不到半个小时，其实一面北管大楼就可以做好。你没有钱，没有装备，没有人脉，啊就好，那就自己创作东西开始。你只要有你的想法、你的创意，拿了一支笔，你就可以做了。模型庙会到真的庙会里面去做会搞定啊了，能够自己开一间庙，相信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上面那个凤凰也是做，它会短腰短腰，会弹簧，它有加弹簧会动。都会转呢、欸，而且所有庙里面的东西都有啊，新龛顶下斗、烛台、香炉、神尊、神像。嗨，大家晚安，我是柯大宝。嘿，今仔日咧，咱的阿白咧，伊去排练啦吼。但所以就由我来跟大家来玩有趣的这个模型庙会啦，哈哈！有请我们这个模型庙会界的两位达人，第一位艺术空间的创作家杨树伟，树伟哥，嗨，大家好，宝哥好，阿哥，咱的这个胆最现场中的诸位，哈、哦，三星展新展，啊、哦，因为人讲这个。三地人起无一间庙啦，可是如果用模型庙会的这个逻辑来说，哎、欸，其实能够自己开一间庙，好像就已经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哎、欸，阿新仔，我想问问你哦，就是说这个模型庙会啦，到底是什么物件？啊，又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间有这个模型庙会出现？模型庙会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大年纪的朋友、小年纪的朋友都可以玩的一个东西。制作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嘛，然后创意。我个人啊，我大概是在13年前开始接触到这个模型，就是喜欢庙会的人应该都会想要捏老咧这个嘛。然后我就会想说啊，我要怎么赢？我小时候没有钱，没有装备，没有人脉啊就，就好，那就。自己创作东西开始，就越来越多人一起加入在这个团体里面。那我们就每次只要办一个活动，就会开始邀请各地各县市的朋友。像咱安尼，家己接受庙会遐久哦，有当阵嘛想讲啊，参加这么多科啦，啊，连刚拿来，阮来家己做主家，刚刚对啊，每人拢是咩啊？那你一开始是怎么样？等于说入门？你只要有你的想法、你的创意，拿了一支笔，你就可以做了。等于说，那你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第一个动手去把这个模型庙做出一个东西来啊？那个东西是什么？应该就是头旗。所以这个头旗你是用什么纸吗？还是对，我是用纸画那个稿出来。它是印出来，然后再上色。它只有稿是影印的，然后上色的部分就是印出来之后纯手工，每一只都纯手工上色这样。最近的作品，这个多大 ？CD， 这个多大？这个多大？差不多10公分左右。上面那个凤凰也是做，它会短腰短腰，会弹簧，它有加弹簧会动，然后它差不多2公分而已吧。所以你也会建议说，一些就是新入门的玩家也是从做旗子开始。对，我觉得是比较 OK， 因为大家应该画画会比较好做一点。啊，但是素伟，这个跟你在做的是不是又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我的作品其实也算是庙会模型的一部分，但最大的差别可能在于说，我的尺寸会比较大一点。并不是可能10公分，但是我的像这个妈祖，我可能会做到25公分左右，会再稍微大一点，比较大尺寸一点的模型的。这一尊这个一看就是在北沙屯嘛吧？类似，对，这就是阿弥妈祖，类似八杠腿杠杆。像妈祖的身上主体是泥塑，但是我外面的话可能会用一些其他的素材，像大道城那边有布行，我们可以去买缎布，然后回来做修剪，帮他做一些穿着上面的衣服。那帽子的上面可以做一些装饰，配一些绒球啊或流苏来增加它的华丽。哇，这是整组的啦。这就是说，那老做妈做一定要配一下千孙的，所以就会有步将配主神这样子。这个都是大概这么大尊就对吧？这一类型的神将大概是30公分，那妈祖的话大概是20公分左右。早期的话可能是以 Q 版为主，像他的脸、像这个引路童子，他就是比较 Q 版的呈现，他脸的话就是尽量用比较卡通化的方式来制作。虽然是观象所严肃，但是我们可以尽量用一些比较可爱的方式来做。那后来就慢慢的就会做一些比较写实一点的作品。你像你们两位在做手作这些过程中，会不会说手去刮掉还是什么东西？难免都会有，对，可能就是平常要保养手，可能擦一点凡士林之类的，就保养手部，对。
这是周叔公哦。对，这、就是清那个清水祖师。那大概这是八寸八，大概就是大概这么大，对。也有家己哦啊，这个是顶耳朵。对，顶耳朵啊，一个配件啊，这嘛是种算讲较大株啦，这大概也是三四十公分那么大。对，还是很小啊，人顶耳朵是那种大的。对，所以还是算比较大型一点的模型。因为我的作品主要是以静态摆设的方式来。纯欣赏，不像新展或一些年轻朋友，他们可能会更慎重，会有绕境的活动，或者会有一些仪式或一些科仪，但是我没有这个部分。所以这现在看到的这个龟舟就是大概这样而已嘛。它的长大概有算大概有90公分，高大概60公分。这个是你的创作过程的影片哦？对，一个缩时摄影，对。缩时摄影，哇塞，哇塞，欸，线上大家哇塞打哇塞。太强了吧！而且所有庙里面的东西都有啊，新龛顶下道、烛台、香炉、神尊、神像、道棍，全部都有。甲顶也有哦，都有都有，该有的都有。哦，就是白也有，全套了呢。我不是一口气就全部做完，可能就是。平常工作之余，啊，虽然我工作也是做这个，那休息的时间就会安排一下做自己想要的东西。那这个就是可能花大概有一年的时间，那就慢慢一天加一点东西，加一点东西，慢慢去完成。你说就是圣战宫庆祝12周年，然后麒麟祖师跟我们的圣殿圣母开光绕境。哦，好可爱，还心情怎呢？但是，而且那个麒麟骨不会动，麒麟骨不会转呢、欸。这个是用木头加粘土，所以也算是类似泥塑下去这样。嗯，啊，这是2021保生文化季，这个又是什么样的活动？这个是保安宫有举办一个保生文化季嘛，它是3年一次，这次就是受到这个世祖立世会的邀请，因为我刚好这只麒麟是看这尊麒麟的照片这样下去做的，那就受到这个会长邀请，跟着我们的本尊一起出去游这个大同区。我圈起来这个就是保安宫的这个麒麟祖师，这架板对，刚刚看到这个这心是咱淡水县上宫的麒麟祖师就对了。对，没错，好可爱哦！所以这个模型庙会也是真的可以到现实生活中来赢嘞。所以这个是大小麒麟祖师一起哦，你完成了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因为真人版庙会能力还不到那边，我要多安那赢，所以我选择做模型庙会。可是弄着弄着，你的模型庙会到真的庙会里面去做会搞定啊了，大家准备拜团哦。尤其这个疫情期间，我看现在线上很多大家，我们对于新年代有兴趣的人，其实都闷很久了，因为都没办法出门。那所有公庙，大家所有老的都不要都搬。可是这方式好像可行了，但是我们就在室内就可以赢一颗大颗的了、啊。他们都会每年就举办那个模型大会期，啊，但是在那个地点，他会给大家投票，然后是固定的地方。那已经办了2届，据说要办第3届了。像你们在模型庙会这么专业的这个技术啦，那变成是说也是变成是朝向这个艺术的方面，就是策展啊。因为我本身其实就已经有办过大概2-3次的展览，在金门或在台北都有办过。像现在画面上这一套金门银城隍，就是当时有在金门那边做展出。啊，这一套作品也算是我一个开机的作品，因为我就是从这一套作品开始一直延伸到后面的一系列的作品。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素伟，你之前金门银城隍的时候，对，这大概就是在大概5年前的作品。那当时这全部都是泥塑吗？对，全部都是用刚刚新展讲的粘土做的。那、啊、这个就是金门的神念。其实我一开始是没有设定说要做供人家供奉的作品，但是因为后面就一直有客人要反映说，哎、可不可以帮我做一尊什么来？他想要做来供奉。就是讲你是想要一开始是因为一个你喜欢。而把它当艺术品去创作啊，但是建根变成信仰的一部分，甚至变成信仰中心的时候，怎么办？那個、当然，那张就变成说，你对你的作品要更慎重。我们咱一点家己都是家乡的人嘛，无咱也无未去为这物件钻的这么深。当然，对啊，对啊。那你们怎么看待说我的模型在这边？你也
会不会怕说不好的东西给挖进去？有客户他拿到我的作品之后，他的建议是说，你在底座下面可能贴个红纸，就可以抵消到你刚刚所说的这些事情，代表说我这个是艺术品，好，對對對，我没有要对你不敬，那些东西就比较不会进来。然后这嘛没到，可以有把什么挖进去啊？其实把这个模型当做什么，那它就是什么，不要想比其他的东西。这个其实、哦、你心假你都不怕，你如果真的说有一些禁忌忌讳的话，你就红纸给打一下这样、哦、今天进入到我们这次疫情庙会董猜那个实作课程了，来来来来来，我今天教大家做北馆要用到的大锣哦，做起来就是变成这样、欸、我用的这个东西是手楼纸，书局都有的，但是这种是比较白痴，这个是铜金色锣，两面都要是这个铜啊，它是铜做的，两面都要铜的颜色，我就买两张这个纸，然后贴起来，粘起来，这样它也够厚了，就对了。对，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我在初学者的方面，我建议大家就是剪完圆之后先写字。那我就写一个我的姓熊虾，真实的螺会有描白边这个动作。描白边那个是用立可白啊？为什么你不用亚克力颜料就好了？立可白的好处就是它画会平平的，而且你如果等一下不小心去画到那个你刚写的红色的地方的话，你用红笔再写一次，它就又上去了。像新展你们是怎么切圆？用东西盖着吗？哦，用东西盖着描描边就对了，描边就了、哦、了解了解。还是你像圆形的话，它有一种东西叫切圆器，它就是类似圆规，但是有一头它是刀，所以你就用圆规的方式，它另外一头是刀，这样一转，它就会完整的圆切下来，各种刻度都有。我们的那个螺是有一点像碗这样子呢，啊，可是你刚刚一剪就把它剪成圆形，那我这个旁边那个碗的边边，球列螺，那那个边边我怎么弄？所以我们在剪圆的时候也要剪了两条直线。然后呢，我们现在要拿长的这一条，用保丽龙胶在圆的旁边先画一个圈，亮亮的。哎呦呦呦，先放平的。然后这个，因为它有两头嘛，所以你这个不可能露在上面给人家看说，说哦，你这个螺接起来这样不好看。所以这个头要从下面开始往上粘。接下来要教大家做那个螺的肚子，它凸出来这个窄。我会先，刚刚我们有剪两条直线嘛，那两条直线剪完，刚刚有讲到这个两个先把它剪成一半，两个用交叉的方式粘起来，然后就一直给它叠起来。叠起来什么意思？折。这个就跟我们折那个用剪弧折成一个小八卦的前面一步是一样。但是在凹的时候要边粘。折一次粘一次，折一次粘，那越来越高呢？窄啊，爱凸出来。pop 出来、哦、你是用这个方式用那个对折让它变厚，做出那个窄的效果就对了。对啊，窄是圆的啊，你用这样折起来是正方形的啊，那怎么办？怎么把它变圆？那我们就把它用剪刀把它的四个角修圆。我已经把窄贴上去了。哦，嗯，接下来就最后一个步骤了，我们就要把绳子穿起来，在我们这个上方打两个洞。差不多在 1.5 公至2公分，所以锥子也是一个会常用到的一个工具吗？对、欸、不过说真的，刚刚这样子看啊，其实也不过就不到半个小时，其实一面北馆大楼就可以做好。再次谢谢我们这个淡水县上宫的这个我们模型达人新展老师，谢谢两位。那今天呢，我们的宝岛辣泡丁一起做会董董猜呢模型庙会线上第一届，好，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晚安啦，拜拜，拜拜。